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介绍激素它的性质与功能。我们先从它的成分开始讲起。依据激素的组成成分，它的分子成分，把激素分为以下四类。我先念一遍：有胺类激素，有多肽体蛋白，有糖蛋白，有脂类激素，分这四个。有些教科书会把多肽蛋白及糖蛋白合并在一起，因为都是蛋白质的衍生物嘛。多肽蛋白或加入糖官能基就变成糖蛋白，所以有些版本会把这个合在一起。就分为三大类：胺类、蛋白质类以及最后的脂溶性的脂质类。好，我们现在第一个胺类激素就是我含有氨基，所以它常常是氨基酸脱化而来。氨基酸有含氨基，那个酸那个羧基可能不见，可能在，它一定还有氨，所以只有氨，那氨还在就叫胺类激素。这些胺类激素呢，分子结构最简单，分子量最小，很小。比如说我们等下会介绍的甲状腺素、肾上腺素跟正肾上腺素，都是分子量比较小的。再往下看，第二类呢是我们的那个氨基酸合成多肽。如果多肽链很大，变大蛋白就是蛋白质。如果是蛋白质再加糖链，那就是最后讲这个糖蛋白类。好，我们一一举例子。有些激素还没教，所以我会打问号。我们只是先念过它的名字。好，这个 ADH 是多肽类，记得它吗？抗利尿激素，作用在肾小管、远端、远区小管跟急小管，增加水的通透性，而造成水的再吸收。AMP 心房排钠肽。它是利尿激素，负责把那个钠排掉之后，水分都排掉，尿变多，降低你的血压。ACTH 还没交，副甲状腺素还没交，这两个还没交，这些激素都是多肽链。好，接下来生长素跟胰岛素都是很大的蛋白质，所以胰岛素是蛋白质哦。好，那如果是蛋白质加上糖链变糖蛋白，例如 FSH，中文叫做滤泡制激素，还有 LH，中文叫黄体生长素，这些我们还没教，打问号。但第三个。红血球生成素，各位还记得？我有讲过，肾脏分泌的激素，而肾脏分泌的红血球生成素，在洗肾时，因为它分子量很小，常常会被洗掉，就会造成洗肾患者会贫血，所以要打一针那个红血球生成素，跟阿公阿妈介绍，这叫生血针，打了会补血哦，不然以前的洗肾会把红血球生成素洗掉，常常会有贫血症状，因为红血球生成素刺激骨髓产生红血球，它量不够会贫血，它也是一种小型的糖蛋白。好，最后一类叫脂质，就是不溶于水的脂质，包含胆固醇不含的固醇类激素，以及由其他脂质衍生的，比如说脂肪酸啊，比如说我们等下会介绍的肾上腺皮质素，它就是胆固醇变来的，还有性激素也是胆固醇变来的，属于固醇类激素。好，文字介绍就到这边，我们来看图形吧，比较快，也比较直观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些胺类激素，胺在哪呢？这是氨基，这是氨基，这边是氨基，这边是氨基。这四个都是胺类激素啊，这个叫做三点甲状腺素，它有三个点，一二三，所以叫 T3。甲状腺素是 T 开头的，T3 就三个点，T4 又有四个点，叫四点甲状腺素。大家可能会觉得，哎，点数越多越好，不是，三点甲状腺素是人体最主要有活性的甲状腺素，T4 活性反而比较低，所以点要刚刚好，过多也不行哦，就三个点就是它活性最高的时候。好，这些是甲状腺素，再看右边，这是肾上腺素，这是正肾上腺素。我们的教科书现在统一翻译，正肾上腺素现在都翻译成去甲基肾上腺素。我把中文写在这里，去甲基。各位看这个分子模型，就知道为什么了吧？去甲基肾上腺素。好，那我们来说明一下，这是为什么要这样翻译？因为它就是肾上腺素去掉了这个甲基呀，把这甲基拿掉，只剩下一个氨基。它就是正肾上腺素，也就是现在课本所讲的去甲基肾上腺素。好，现在的教科书是这样翻译：由分子结构，你还有甲基的，你就是肾上腺素；甲基拿掉了，就是去甲基肾上腺素。我还不习惯这样的翻译，以前的翻译干嘛一个叫肾上腺素，而去甲基肾上腺素干嘛叫正肾上腺素呢？我现在补充给各位听，我还是习惯也比较喜欢以前的翻译方法。因为它有概念上的原因哦，因为你的这些所谓的交感神经细胞是先产生正肾上腺素的，然后再加入甲基形成肾上腺素，所以肾上腺素是比较晚才产生的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先产生的要叫正肾上腺素呢？它是正统，细胞先产生正肾上腺素，它是正统的意思，最传统的、最正统的，后来加工才形成。甲基酸放上去变成肾上腺素，肾上腺素是加工后才产生的，不正统，不是原主，不是始祖。所以以前把这个
去甲基肾上腺素翻译成正肾上腺素，是强调它在代谢路径上它是先产生的，然后才被肾上腺髓质加工，加上了甲基才变成肾上腺素。以前的翻译有这样的含义在，一开始先产生的跟后来产生的，先产生的是正统，就称为正肾上腺素。但现在的翻译不管它产生的先后关系，完全只看官能基的变化，就给它叫做去甲基肾上腺素。去甲基肾上腺素是先产生的，后来加上甲基才变成肾上腺素。所以你可不可以注意到这几点？以上这几个都是胺类激素，我给大家做参考。好，再来看固醇类激素，通常是由四个硅壳合在一起，就是胆固醇嘛。好，这个是睾固酮，这是雄性激素，睾固酮。黄体素及动情素都是雌性激素，你看它们的官能基只差在这个变这个，这个变这个，多个甲基，三个官能基很像的。这些固醇类激素只是某些官能基改变，就出现不同的功能，有些是雌性激素，有些是雄性激素，有些是肾上腺皮质素，我们之后都会讲到。好，但是前列腺素比较特别，你看它的结构不像有四个硅壳，四个环啊，它是 COH 是那个脂肪酸的酸，然后它是个很长的碳链。它是脂肪酸变来的，因为碳链很长，造成极性很低，所以它也是属于脂溶性的物质。前列腺素是脂肪酸转变而来的，不是胆固醇变来的。可是它们都是极性低、不溶于水的脂溶性激素。以上我们就把这个胺类、多肽蛋白加糖蛋白，以及最后讲到提到这个脂溶性激素，我们就说明到这喽。